好的，节目进行到这，先让我们休息一下，听听好听的歌曲，练习几句英文，看看有没有给自己的心情留言吧。青年日报穿军服赞活动，本周的人气王分别是陆军金门地区支援营副安东士官长、陆军马防部南竿守备大队刘宇贤上尉、陆军步兵幺洞九旅廖吉富上士。电视机前的官兵弟兄姐妹们，赶快投稿到青年日报，也记得上网按赞及分享哦。